肝炎是一种普遍的疾病，那么在现在在美国，我们亚裔人当中肝炎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到了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来请各位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预防以及治疗，还有免费的筛检活动。那么这个乙肝和丙肝的筛检活动呢，是由美洲中华医学会负责全部的费用。纽约市约有100万亚裔人口居住，而华裔人口占其中主要百分率。因为亚裔人已感染乙型肝炎的数目远远高于西方人，尽管乙型肝炎并非一种亚洲病，但它影响了上亿亚裔人士。由于亚裔社区在一开始就有大批受到感染者，可能将乙型肝炎病毒传染给他人者亦都较多，而增加了你可能受到感染的风险。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是一所非牟利的社区医疗中心，成立于1971年，致力于为亚裔人士提供亲切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和护理，包括提供综合的基本和专科医疗服务，帮助申请政府医疗保险、健康教育活动、预防疾病及促进身体健康等。五月是全国肝炎警觉月，而5月19日是全国肝炎筛检日。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和纽约市多间医疗机构联合为亚裔社区提供肝炎筛检行动，合作机构包括了美洲中华医学会、纽约长老会、下城医院、福安康宁、华人社区保健计划及中美医师协会。慢性病毒肝炎影响超过25万名纽约市居民，大部分的人士受到感染仍懵然不知。而在美国，病毒性肝炎是导致肝癌及肝脏移植的原因。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乙型肝炎计划主任王维薇医生表示，乙型肝炎对非美国出生人士造成严重的影响，接受乙型肝炎的检查是对自己或父母，是非美国出生人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乙型肝炎计划主任黄薇薇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筛检活动。嗨，你好，谢谢。今天我们在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从10点到3点钟有做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筛检检查，而且是免费的，而且还有其他的机构有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是纽约长老会、下长医院，还有美洲中华医学会一起来帮我们做这个活动一起。假如说你有兴趣的话，做乙型肝炎或是丙型肝炎的检查，自己知道你的情况的话，请来到王家廉社区医疗中心来做检查，是完全免费的，10点钟到下午3点钟。那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要每年都要做这个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这个筛检呢？因为乙型肝炎在亚洲人里面算是很普遍的，而且乙型肝炎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有乙型肝炎不知道有乙型肝炎，每3个人里面就有2个人不知道他有乙型肝炎这个情况。而且假如说有乙型肝炎的话，每4个人里面有1个人会变成肝硬化或是肝癌，所以是很重要的要做这个检查。你知道你的情况的话没有问题，假如有乙型肝炎的话，现在有很好的药可以控制，而且医生可以帮你注意以后会不会变成有肝硬化或是肝癌。假如说你早知道的话，可以有治疗方法，就不需要为了这个乙型肝炎会变成早死亡。那真的是非常重要，是很重要。接受测试是了解你是否感染肝炎的最佳方法，关爱家人由接受肝炎测试开始。陈建乐医生表示，每12名亚裔人士中就有1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而每3名病患者中就有2人不知道乙型肝炎状况。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有1/4人士死在肝硬化和肝癌。陈医生不单止鼓励高危的社区人士接受测试验血，同时亦都呼吁我们社区的医生及医护人员为高危的病人测试。
为什么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乙型肝炎或者是丙型肝炎的这个发病率要比世界上其他族裔的乙肝、丙肝的发病率要高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请美洲中华医协会的行政总监陈建乐医生来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这个肝炎的发病率，还有其他方面的相关知识。嘿，大家好。咁咧，今年五月咧就係美國肝炎醒覺月，咁就係提醒啲人個咧係去做肝炎檢查。咁咧喺美國度咧，佢就話每60個人咧就有一個會有 B 型或者 C 型肝炎。咁其實我哋亞裔同埋中國人嘅呢個率咧仲係高，非常之高噶，高好多噶。我哋估計咧就係每10個至12個亞裔或者中國人咧，就有一個會係有 B 型肝炎。咁喺我哋亞裔呢、這個種族嗰度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咧，因為點解咧？好似頭先黃醫生都講過啦，肝炎咧係一個無聲嘅疾病。咁到時咧，好似咁你有變咗肝癌或者肝硬化，先至知道會自己有肝炎。咁咧，其實講過咧，就每3個人咧有肝炎咧，有2個根本係唔知道自己有肝炎噶。咁唯一要知道咧，就係要驗血檢查先至知道。咁另外咧，如果你係有咗肝炎咧，唔理嘅話咧。每4個咧有1個人咧就會變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咁就我哋見到好多即係年輕人咧，亞裔年輕人咧就係死於肝癌，就係呢個原因啦。那通過我們的這個篩檢活動，那咱們有沒有統計一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這肝炎發病率到底是多少呢？係啦，我哋舊年咧就同其他機構一齊咧做檢查咧，就喺紐約市文鐵五啦、布魯克林啦同埋黃牛區咧檢查咧，就發覺咧原來咧我哋15%嘅人咧係有帶菌或者慢性 B 型肝炎，而咧我哋發覺咧係有45%至50%人係需要打預防針。咁如果係我哋可以使到所有有高危險嘅人打預防針咧，咁我哋可以就係消滅B 型肝炎嘅。咁我哋絕對 B 型肝炎係可以預防。如果亦都而家咧發現咗有菌咧，亦可以治療，就唔會話引起肝硬化同埋肝癌啦。但我哋美洲中華醫學會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咧，就係除咗要同啲社區人士檢查有冇 B 型肝炎咧，我哋亦都係呼請所有我哋嘅亞裔醫生中國嘅醫生，當佢接觸到亞裔病人、中國病人咧，就一定要同佢哋檢查有冇 B 型肝炎。看来今天的这个筛检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呢电视机前的华人朋友们一定要听仔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纽约长老会下城医院的福安康宁的黄美珍主任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时间、地点、流程。是啦，咁其实我好赞成你刚才所讲啦，乙型肝炎呢其实对我们呢环社区呢是一种好重要，而且亦都在环社区呢好像黄医生所讲呢，好多人是忽略了的。咁而家我是代表纽约长老会下城医院方康宁，咁我哋今日亦都有同其他嘅机构，同埋皇家廉社区医疗中心咧，同埋亦都有美洲中华医学会所合办嘅。咁呢个免费咧，系全部都系免费啦。都有一场咧，我会喺6月7日喺个皇后区联合保健健康中心嗰度做嘅。咁亦都有一场咧，就系6月20日，亦都会喺为一啲布鲁林嘅朋友，咁系星期六。咁其实我哋尽量系。希望就一些時間可以令到民眾不要說我星期六日要上班，我們其實下面那兩場就是星期六星期日的。那有些人就說那我怎麼知道如果我以前已經是檢查了我可不可以再來呢？那其實我們是很歡迎民眾，如果你已經曾經是檢查過而都不是很清楚你的結果，你又可以再回來再做一次。那也我們很想提到一下這個免費的活動，我們除了是給一些你有沒有保險我們不介意，總之我們希望是提醒各位民眾，是說乙型肝炎或者 B 型或者 C 型的肝炎是對大家身體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如果你不知道的話。那另外呢，我們都想提醒各位朋友，就是你有沒有身份，你是不是紐約市的居民不重要，只要你告訴一個地址，我們可以去通知你拿這個報告就可以了。那我希望各位的傳媒朋友是可以大力地推廣這個活動，因為 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你才有一個快樂的人生。為了防止慢性乙型肝炎病患者因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或得不到適當的藥物治療，因而引起肝硬化或肝癌，以及早接受免費肝炎篩檢是最佳的方法。由2000年，皇家廉社區醫療中心已為超過100,000名就診者提供篩檢服務，以及確診超過7,000名感染慢性乙型肝炎人士。
医疗中心的乙型肝炎计划在全国的社区医疗中心里面是最具规模之一。